我等咗今日好耐噶啦。其实我哋夹 band 咧都有成七八年嘅历史噶啦。以前咧由四个变咗五个，后屘由五个变翻四个，个个钟嘅经历啊，真系甜酸苦辣都好够味嘅搭落去。咁你哋有冇兴趣同我哋一齐分享下 Beyond 嘅过去历程咧？ 繼續 jam 㗎，Vinny 你先走先啦，我哋有排玩㗎。係啊，Melon 同 Vinny 翻屋企先啦。係啊，走啊，走啊，我哋死都跟住你㗎啦。係，你中意點就點啊。咦？家區喎。喂，君豪。哇！喂，天啊，兩位。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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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而家幾點鐘啊？你啲唔出份嘅人一瞓噶，晚晚都咁嘈，哼！哇，使唔使咁惡噶？喂，阿榮，間房你租俾佢嘅喎，一月逼佢先攞翻間房啫。唉，嘈極都唔走，冇辦法噶，先大聲啲啦，拖忍啲耐。唔好啦，都咁夜咯，唔好嘈啦。係啊，你哋咁樣玩 band 法，其實有冇諗過將來點算噶？將來？你話得將來啦，梗係將來先算噶啦。最緊要而家 happy 啊！係啊，打 band 幾好啊！講到做咩嚟個啊？We'll be right back.
睇下嗰個伯啦，睇佢搞乜鬼先。邊個啊？嚟，阿 Sir， 就係呢班友啦。又係你哋呢班友啊？一個禮拜咧就有七日，我就見足你哋五六晚噶啦。守着呢一區我都算當黑噶啦。咁啦，俾啲面我，唞唞先好冇？對唔住阿 Sir， 我下次啦。唉，生性啲啦。一個二個都牛高馬大，俾啲大字，攞多啲好嘢俾人睇，嚇唔好成日俾人投訴，好冇？好，麻煩曬，對唔住啊！黐線，好嘈，一齊住咁樣。嗰個白蛇成日都嚟喂，諗乜嘢啊你啊？其實佢哋講得幾啱聽啊，大字做翻好嘢俾人睇，咁即係點啊？即係話我哋爭爭嘢，搞翻個自己音樂會。85年嘅 Beyond 永遠等待演唱會係 Beyond 實現理想嘅第一步，而
真正令佢哋踏足乐坛嘅，可以话同一个人有密切关系。乜话？你签我哋？签多啊！签多。冇错，我要签你哋。冇理由噶，佢点会签我哋嘅？有阴谋，唔通想呃我哋？系啊，一定有咁嘅可能。我知。切，你都傻嘅，我哋又唔系未成年少女，又唔系咩俊男，又唔系佢大把钱，有乜俾人呃啫？啊，佢点解会签我哋啊？原因好简单，我听过你哋啲歌，觉得你哋作品咧好有自己嘅风格。我认为你哋喺乐坛嘅发展应该大有作为。不过咁，以你哋而家嘅形象同埋歌路咧，我跟啲听众未必会接受。咁即系点啊？只要你哋肯稍微变一变，咁就得噶啦。变。
点啊，细兵监仔，好唔好啊？唔系嘛，你签呢四条友啊？系啊，我谂住同佢哋大做噶。Leslie 唔系啊嘛，你同佢哋大做，不如将啲钱抌落咸水海好过咯噃。佢讲笑就放心啦，冇嘢嘅，佢人系咁噶。定啊，首先点啊？种种嘅冷嘲热讽，并冇减退 Beyond 对音乐嘅热诚，相反，佢哋更加努力咁去唱去做，而喺个人方面，佢哋更加作出咗唔少嘅牺牲嘅。走一再寻你，我是麻醉我抑郁，过去了的一切会平息。不破墙壁，前路没法看得清。嚟咗啊 ？Sorry 啊，你睇下，特登帮你买一只唱。系咩？你阿爸有结婚咩？不好意思，迟到，等咗好耐啦。不过唔紧要啦，叫你饮先啊嘛。两杯斋啤，唔该。你都冇问我饮乜？唉，有乜所谓啊？我有样嘢话俾你听啊。音乐可以话我第二生命，我辞咗工啦。所以咧，我辞咗工啦，咁以后咪多啲时间陪你咯，仲可以多啲时间教 band 添。以後可能我要好多時間夾 band， 冇時間陪你。將來係點我都唔知道，唔想拖累你。你傻㗎？有工又唔做，有錢又唔揾，只係識得掛住夾 band。你有冇諗過我㗎？你只係識叫人飲齋 band， 你其實知唔知道齋 band 又苦又澀，好難飲㗎。我都唔知點解可以飲咁耐。家驹。我知道你喜欢音乐的，我知道你对我好的，但是我会等你的，我真的会等你的。但是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你不喜欢喝斋啡，不过不要紧，既然你转了口味的，你有权选择不喝的。Winnie， 你不要自己骗自己啊，你保重啊。
Beyond 改變形象之後，在1987年推出的首張大碟《永遠等待》和《阿拉伯跳舞女郎》，口碑和銷量都比預期為差。樂迷的冷淡反應對於充滿希望的 Beyond 來講，可以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唉，他有500，估是2000，我們的 Synthesizer 這麼舊，我想都沒人要的了。唉，你不要經常惹我啦，很煩的你。你那個想的嗎？我們兩隻碟都衰了，以後怎麼辦啊？你說吧。冇理由嘅，我啲歌又唔系咁差，点会咁嘅嗬？系啦，点会咁啊？真系唔明啊！我冇理由睇错嘅，啲歌咁好，点会唔掂啫？第三碟出唔出口咧？Leslie， 你又烦紧我哋唱片啊 ？Sorry 啊 ，Leslie， 嚟到公司蚀钱，咁又唔关你哋事嘅，啲人唔识货啫。咁我哋仲出唔出第三隻碟啊？第三隻啊，我多次啦。如果都衰埋嘅，我又翻澳洲，你哋繼續喺度中意嘅咪夾 band 咯。不過咧，而家又辛苦下你哋啦。我幫你接一走廊唱，一個禮拜唱50000，當係幫補公司嘅。哇！走廊好似走廊。哇！咁 cheap。係咯。係啊。冇問題啊！如果公司唔掂，我哋有責任嘅。Leslie， 你話點點咯？是但啦，當年多。When I found myself in times of trouble, Mother Mary comes to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And in my hour of darkness, she sent me writing from for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oh, let it be. Whisper words and wisdom, let it be. And when the broken heart of people living in the world of m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Before they may be part of stateLet it be.我哋有我哋喺度唱，佢哋有佢哋喺度猜15、20，都唔知系咪聽歌啊？冇計㗎，咪當練歌咯。唉，一句講曬，鬼叫你窮啊！你硬上咯。喂，乜原來你幾個搖擺半途啊？做咩搞到喺度唱歌同我哋爭飯食啊？點啊？你唱片唔收得啊？你話邊個搖擺半途啊？使乜咁勞氣啊？你哋啲歌夠曬 commercial 啊！即係往你哋以前 underground band， 我哋唔歡迎你啊！快走啊！走啊！好，我走。好，咁我祝你哋成為超級商業勁 band 啦嘛！拜拜。快走啊！再唔走，睇我打唔打你啦！我哋下一張碟啊，一定唔會衰俾人睇嘅。雖然經過無數嘅挫折 ，Beyond 並冇氣餒，終於喺1988年9月推出咗《秘密警察》大碟裏邊嘅一首《大地》。為 Beyond 歌唱事業帶嚟一個轉捩點。Beyond 大地，哇！恭喜曬，哇！好虛撼呢個台。
遍了多少创伤，在那张苍老的面上亦记载了风霜。秋风秋雨的度日是青春少年时，逼不得已的话别没说再见，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年年，但日落日出永没变迁。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的无言，让日落暮色渗满泪眼。碎过多少理想，在那张高挂的面上被印证了几多，千秋不变的日月在相识里共存，孤色分割的大地划了界线，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年年，日落日出永没变迁。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的无言，让日落暮色渗满泪做翻条好戏俾人睇下，我点都唔衰得。你惊过啊？最紧要定，放住你玩。好，停啦，放心啦，一定掂嘅。唉，做运动先。诶 ，Beyond 得未啊？到你哋出场啦，快啲啊！唔该，好嚟啦，得闲啦，吉他。千杯酒已喝下去，都不醉。何妨秋风秋雨，几多不对说在你口里，但也不敢中一句。泪眼已吹干，无力再回眸。
谁又能做到？由1987年开始 ，Beyond 总共推出了6张大碟，期间更去过北京、台湾等地演唱。而1989年推出的《真的爱你》，更为 Beyond 的音乐事业带来了另一次高峰。最后一首是 Beyond 在背后，纵使那些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天空，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逝去日子 Beyond。作曲王家驹，流畅快编曲 Beyond 监制王景华，我哋有请 Beyond， 有请。我要欢大事无限，请做我真的爱你。跟住呢一晚得奖歌手就系啦。我哋睇睇大门口可以见到佢哋噶啦。Beyond， 威风凛凛嘅 Beyond。永远在背后，纵使多心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然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今日的 Beyond 已经成为万千歌迷爱戴的新偶像，对于过去的奋斗历程，他们有什么感受呢？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成就就是绝非侥幸，还有我觉得做每一件事都是一分努力一分收获的。我哋夾 band 咧就冇諗過會紅嘅，咁就算唔紅啦，都一樣玩得咁開心嘅。咁而家紅啦，咪當大家俾我哋嘅 bonus 咯。夾咗咁耐 band 咧，其實有得有失啦。得到嘅就係學識點樣苦中作樂啦。其實我哋出第一二隻碟嗰陣時，環境幾惡劣嘅，但係我哋一樣係玩得咁開心。咁講到失嘅咧，咁我哋就係失去咗少少嘅自由啦，同埋咧創作上都受到一定嘅局限。我想咧，每一位從事音樂創作的藝人，係樂隊又好，係歌手又好，都一定很希望他哋的歌咧係越嚟越多人接受，同埋係越嚟越受到歡迎。我想在一個咁樣嘅成長嘅音樂路途之上咧，一定會作出很多嘅，譬如衝擊啊、矛盾啊，甚至是妥協嘅。響睇翻 Beyond 咁多年嘅音樂嘅路途之上咧，我只係覺得他哋嘅音樂咧係越嚟越成熟。咁至於你話佢哋係唔係唔再搖擺咧？咁我總係覺得咧，佢哋其實喺以前咧已經係好好地，亦都好徹底地咧係搖擺過。咁佢哋可唔可以搖擺呢個問題，根本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只要你聽翻佢以前嘅唱片，我諗就自然有答案。咁至於話搖擺叛徒呢一樣嘢咧，我諗最好就係交翻俾佢哋幾位咧親身同你講。如果將搖擺音樂譜嘅化就叫做搖擺叛徒嘅話咧，我諗呢個世界有好多搖擺叛徒嘅。我諗極其量我哋都係邊緣人啫。其實我仍然係好中意玩搖擺音樂，同埋好中意聽搖擺音樂。不過你唔覺啫嘛。其實我覺得玩音樂咧係發自內心嘅。我哋究竟係咪搖擺樂隊，我哋自己知得最清楚，冇必要向任何人交代。所以如果你哋又真係細心聽我哋嘅音樂嘅話咧，你哋一定會發覺我哋係流行音樂嘅卧底嚟嘅。明未？我覺得香港玩搖擺樂是比較困難啲嘅，即係因為我自己就係好中意搖擺樂啦，我又中意藍調啦。咁我感覺就係咁多年嚟，如果係玩得太過強勁咧，咁大部分嘅觀眾，即係大圍觀眾咧，未必一定太接受。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觀點嚟嘅。不過就搖擺樂冇一個定義嘅，可以有好多種唔同嘅形式出現嘅。
講到我哋嘅理想咧，第一最緊要我哋嘅創作可以令人接受啦，同埋我哋希望香港樂壇唔好再濫用外國嘅歌曲，重視下本地嘅創作。係啊，其實香港咧好應該有翻自己嘅創作音樂噶，因為只有創作先可以代表翻自己嘅。我咧就好希望有一日咧會聽到人話我係聽 Beyond 嘅歌長大嘅，咁我就好開心。總括嚟講咧，我覺得就香港樂迷咧，中意歌星或者尊重歌星嗰個心態，同樣咁對翻音樂嘅創作人，咁我哋都就好開心。我諗我哋同好多香港樂隊一樣咧，都係盡量喺我哋嘅歌裏邊做到多元化啦。無論係喺音樂嘅風格，亦或係喺歌曲嘅題材上面，都做到多元化。我諗可以話係喺主流以外提供多個選擇俾樂迷啦。而 Beyond 咧，我諗已經達到咗佢嘅目的㗎啦，就係因為佢哋所有歌都係自己寫嘅，而且咧有一樣嘢就係最緊要嘅，就係佢哋咧有一個自己嘅風格，就係咧我諗叫做即地道嘅搖擺音樂咯。咁我都係 Beyond 嘅舊成員之一啦。咁諗翻以前五個人啱啱出道嗰陣時咧，好窮啦，冇錢買衫啊，又唔知去邊度買啦。咁啊，聽我哋嘅形象設計師就同我哋去呢個女人街旺角嗰頭啊，咁周圍逛嗰啲出口店咁啦。但係咧，嗰啲鋪貼嗰啲女仔覺得我哋好怪，點解五六個大男人咁樣行嗰啲鋪頭咁樣，再加埋啲女人款咁衫。咁啊，但係其實諗翻起，我嚟做嘅回憶係好好嘅咯。昔日家居已經係六七年前嘅事㗎啦，嗰陣時佢已經好中意音樂㗎啦。所以每一次去街咧，佢最中意咧就係行唱片鋪啊，同埋琴行嗰啲地方。有時仲同埋啲朋友去夾 band 啊，掉低我唔理嘅。所以好多時我哋因為呢個問題咧嗌交嘅。不過講真咧，佢個人係幾好嘅。嗰次話分手，佢就係因為唔想拖累我。而家見到佢哋有咁嘅成就咧，我都好戥佢哋開心。咁最慘就係佢兩個一人一支吉他喺度嘈嗰陣時咧，就最犀利嘅。咁。到而家咁，佢兩個都幾好成就啊！咁我爸爸媽媽都好開心，咁我自己都覺得有呢兩個細佬都覺得好驕傲。再次返到家裏，夢幻已是現在，看有多少生疏的臉，默默露笑容。那旧日故事，每一张可爱在远处的笑面，每一份亲切在这个温暖家乡故地，已过去的不可再，今天只可忆起，一双只懂哭的眼，落泪又再落。好多謝各位同我哋勁 band 四鬥士消磨咗個晚上。其實呢個特輯咧，可以講係我哋成長歷程裏面嘅段落嚟嘅。至於將來咧，我哋四個人咧都有共同嘅願望喎。呢、這個願望就係、是。今日咧，我哋一齐拉埋天窗，睇下新娘靓唔靓啦。哎，咪住，其实新娘咩样咧就唔好紧要嘅啫，只紧要一样嘢就好似我哋一样咁热爱音乐啊嘛。嗯。哎，你话唔俾面，佢话唔想面，只为你知。我听下边个先。哎，好，起手。总是方式的捆绑，请跟一张纸低头，想出天的推搪，平日的烦与闭翳，也依靠你比下面。你话唔俾面，我边个？喂，喺度。喂，想面，喂，喂，拜拜。快走啊！走前都就咪打你啦！好鬼熱嘅，好辛苦啊！咁攞人命
Yumi 导演。咁你睇下新郎靓唔靓啊？